我讲在那个 Ryan 之后，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他上来就讲他17岁，然后是最年轻的，然后第一个念头是，完蛋了，那我应该是最老的，所以麻烦下一次找讲者衡量一下那个年纪以后再找 OK 吗？然后那个顺序安排其实不是很好，因为17岁那个压力真的蛮大的。好，那我这么讲啊，因为人比较少，我觉得应该互动比较多，所以不要看这份简报啊。那我们就以聊天的方式来进行。那10分钟其实时间很短，我想分享的东西其实不是产品，我想最重要的10分钟，我想跟大家谈的是中间的一些历程和可能我先问一下，在场有想要创业，甚至有想创业念头的，请举手。有哦，那还不错，那还不错。好，那讲完你就可以打消了哈。等一下讲的都不是开心的历程，应该都是蛮痛苦的。所以我刚刚其实听到小俊，这个有录音对不对？好，其实来之前我跟小俊稍微聊了一下，他说这个焦点其实很好，因为参加几次就不会想创业了。我说这个场合实在太好了，因为都会讲实话。对，所以那我先讲一下哈，其实我本身其实是工程师的 background， 那一路这样子下来，其实我创业创了好多次，Just Fun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然后其实我有信心他会成功，所以他应该是最后一次。好，那中间其实我开过咖啡店，然后有个人工作室，也其实中间也上班一些历程，那都不成功，而且很痛苦，因为咖啡店一开，实体装潢等等都是一些费用。那时候甚至上班去 cover 开咖啡店的开销，就是我上班的钱是要养咖啡店的员工的，就是这样子撑了2年。那咖啡店结束，其实那一刹那，我跟我自己讲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创业。然后经过一阵子，就有这方。好，那很多人问原因哈，其实，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创业，你如果是很 free 的，那去执行一个，就是你没有任何压力之下去执行一个 idea， 你认为它可以改变世界，我相信你可以走，但是你可能走不远，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压力，还有没有外在很多因素给你很多的决心。所以一直在讲哈，其实我很少分享创业的过程，因为刚开始还有啊，但后来渐渐比较少，因为我觉得创业的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其实经验不能累积的。就我讲我的故事给你听，其实对你的帮助并不大，要自己去走。好，那这放怎么由来呢？其实蛮好玩的哈。我刚才有讲说我再也不要创业，因为我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找哪一间公司活得最久，我去看一看，有10年以上的公司我在考虑。那其实资讯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行业别叫自行，而不是那个外面 Ubike 那个自行，就是啊，不是自行车。因为我一次路上跟别人讲说我在做自行的，他说还蛮热门的。结果我说自行怎么会热门？Ubike 是很热门，但自行是非常冷门的一个行业哈。那但是它很特殊，你如果在资讯业看到有活10年以上，而且重点是来了，产品从来没有更新过，就是自行公司。好，对，就真的是自行。华冈自行老板有一次很 proud， 就是很骄傲的讲一句话：我们公司的产品呢，从推出以后从来没有更新过，卖到现在，哪一个软体可以？你应该想不出来吧？大概只有自行行业。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最可靠、安全，然后我想一辈子应该可以待在那，除了公家机关，那个公司应该不会倒。好，公司不会倒，但是他会踢人，所以你遇到一个，你老板本来对你很好，但是老板走，换一个老板，你可能就不 OK 了。所以其实我的创意由来是这样。今天有录影哎，好，所以好，那稍微略过，那我们直接到正题。其实我不得不成功的压力啊。好，那知放是做什么服务呢？其实一样是自行。因为毕竟在自营公司待了6年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做字，但做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因为以前的字型是装在电脑里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我刚才我在家里做了 PowerPoint， 做好以后 copy 到这一台 Mac 上面，好，那发生问题了，
很多的字的样式都出不来。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应该都有嘛。好，这就是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说网页上面到底能不能用字呢？其实以前是不行的，就是因为呢每一个人每一台电脑字都不一样，所以只能用系统字，就只能用这一个而已。所以呢我们在中文网页永远看到的是系名体，你用不到别的字，所以这个是个问题。好，问题就是机会，就是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人解决它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，它就是一个机会点。如果你能克服的话，我当初就是一个念头，就是这个微放在国外，在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已经有了，有英文的微放，很多家在做。好，这个跳过，因为时间剩四分钟。好， Google 那时候推了哈，然后我们看它的曲线，国外很多人在用，就是很多网页用，很多不一样的字型用在网页上，我觉得非常炫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曲线，非常诱人哈。这个比那个三维更漂亮，哇，那个这个曲线就直冲到云霄，我觉得成长曲线是非常诱人。Google 在2011年发布，后来它再也没有发表，因为应该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然后37 million 的 request，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，也很诱人。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，你会不会创业？好像会嘛。好，千万不要傻。好，中文呢从来没有微放的 solution 出去，所以我们你会看到同样的网页在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效果，这个对设计师是很痛苦的。就是说我呢将排版下去，有些会换行，有些不会。那其实在视觉设计上面最好的方式也就是用图嘛，用图就可以取代掉了。好，每个看到状况都不一样，一个页面。那微放其实国外会这么普及的原因是，第一个它方便简单，而且就是跟你装每一台都装字是一样的。那当然它有一些图片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，就是增强很多 SEO。 好，那这个也不是重点，所以跳到后面。好，那我今天其实想讲的就是说，因为剩两分钟哈，不讲产品。好，有这样的一个 idea 出来，其实我们刚开始面临到的困难，最大的困难是技术，因为中文字太多太大，你怎么在，而且网页浏览容忍性很低，就是你很难去忍受一个网页因为你的机制然后 delay 30秒，这不可能嘛，没有人会用。所以刚开始我们面临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要做出产品，这个跟别人的困难度不一样。那后来好不容易把产品做出来，我们第一支程式真的跑出来了，五分钟，对，你看一次要五分钟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做出来一个 mock up， 就是最初的雏形做出来。那后来到当然进步非常非常多，我们现在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但是做出来以后，其实我们那时候不知道，我们觉得做出来就克服了一切的难关，因为技术我们那时候是认为是最大的障碍。其实不是哈，技术从来不会是一个最大的障碍。所以我们实际面临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市场，就是字型。我刚刚讲它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市场，到现在为止还是哦。就是很多人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怎么会想用字型的议题做创业？这个有谁会用？对，就是没有人会用这样议题真的不是很适合创业。因为你可以去做美食，你可以去做很多就比较热门的电影，那什么议题想来想去都比字型更热门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做的议题。这个一直到我创业2年我才觉醒，我才醒过来，觉得我如果要做这个议题很简单，因为我一直在等别人做，等别人做什么事情，等别人做市场行销推广，等别人把字型市场培养起来。对不起，没有人会做。所以如果因为我认定这是我要做的事，那我就自己种树自己栽，因为没有人做就从我开始做。所以我们后来做了很多东西哈，这个不管，这个就跳过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机制，这个也跳过。好，产品有兴趣到我们网站看。这个是时间的进步幅度。好，那这目前包含长荣等等都在用，尼尔森啊，反正很多知名的新一代哦，这个用了我蛮开心的哈，都用我们的。好，反正客户用的客户蛮多的。好，
现在做出一些成绩，但是我刚刚讲的东西是这个东西，也就是社群。我们花非常多的力气在社群上面，自行的议题的社群，这是我们投入最多最多的部分，然后也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部分。我们回顾，好，讲完了，没有，做一个 ending 啊，好。其实社群呢，我现在这样讲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动作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那回过来看，我经常跟别人讲，其实老实讲，我听到另外一个讲师有讲到，就是外面讲师有讲到，他说千金难买少年穷，所以如果我分享几个关键字，我第一个要分享的是穷这个字，因为你没有钱，你会想尽各种办法，想尽你的动力会非常强，所以在你有成就之前，千万不要有钱。如果今天有人给你1000万，他是害你的。然后我觉得我很富有，今天除了钱以外，我有非常多朋友。社群刚开始推动的时候，其实力量非常非常小，就是你会花10倍力气去推一个石头，它动不了几寸。但是到我们现在社群在 run 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没有花什么力气，很多人在帮我们，这个是累积的一个效益。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除了赚钱以外，其实我有的东西比我当初创业想象多很多。那我今天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那有没有哪位？